这生凡啊，而美间，初尝张觉先生便不提长中再转法轮真愿意与普光明殿便起初而后就会一同宣赴王恒之音光演一场直到
日曾回。法轮常转，十方世诸藏衣福天，法界众生同愿众知，遮诺妙莲花界，一位神化藏庄严，登台须二位良为此发挥不易记长记一正一长路，在生凡而灭尽。初成正觉，现身便于菩提场中，再转法轮，真愿意与普光明殿，便起初而后。就会一同宣福往恒之音化演一场，直到。
君尊就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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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